首次擔正做男一，楊明直言壓力大。楊明、高海寧等人日前就出席新劇《抱擁情人》的開鏡拜神儀式。對於首次做男一，問到楊明有冇覺得好大壓力，佢就話：壓力大噶都其實，咁係驚。其實工作量即係嗰啲場口多都習慣咗噶啦，但係就嗰啲個戲嗰個壓力咧比較大啲咯，唔知出嚟觀眾會唔會中意啊咁樣，所以我哋做前期角色呢個揣摩嗰陣時咧，即係呢排咧都仲未去好入到咯，即係仲未好捉到嗰個角色咯，咁希望慢慢可以入啲入得實淨啲咯。而談到女友莊思明在網上被問的，楊明笑指叫對方問她的，希望自己有300萬，那你看到這些訊息又是否很生氣呢？其實網上面即都這麼久都知道那人都很無聊的，那這些如果要真的生氣的話就有排都不得閒，所以小自知是的，很少的其實我覺得